备战赛车严对手强，庄思敏我尽力啦。庄思敏 Jacqueline 琴日中秋节正日就出席荷里活广场嘅马来食品节宣传活动期间 ，Jacqueline 仲倒奶示范点样整马来特色食品，真系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问到佢最近有咩搞，佢就话要去赛车、啊。去上海啊！呢个系好興奮嘅呢個消息係，咁其實我半年前咧一知道咧就已經報名噶啦，咁啊因為其實都好多人爭嗰個出賽嘅位置啦，咁誒係上個零禮拜前先 confirm 到我可以去得到咯。Jacqueline 講到個比賽咁受歡迎，但係佢自己好似睇落都冇乜信心喎、啊。因為我知道有洪天明啦。吴家乐啦、孙佳君啦，呢啲都系辣噶嘛，得落到，所以都惊噶。我尽力噶。第一次咋？系啊系啊系啊，第一次咋？有冇练下车啊？特登去？本身想练嘅，但因为香港嗰、那个速度限制都几低啊，咁喺香港好难练到嘅。讲完车，不如都讲翻点解中秋节你都要同导演食饭啊？系喎、啊，佢咪特登叫埋你？好多人噶，好多人。系今日，特登今日借票嘛？系啦，因为佢得闲，所以就搵人陪佢。